这个声音听说很多人修不好，我们再来听一下。有时候打方向的时候也响，特别倒车的时候。像我们升起来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这个螺丝松了，我们把它扭紧，还要看一下这个螺丝有没有装反，如果它装反了也不得。你帮我把那螺丝扭紧一下。搞错了，面对疾风吧。加固好底盘之后，我们再来试一下还有没有今天早上那个异响。现在过坑路已经没有听不到今天早上那个异响了，现在带回来试一下，带回来也没有了，打方向也没有，完美解决问题。